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天，欢迎各位。今天这个主题笑死，叫勇敢者联盟，来了一群好勇敢的朋友啊！哎呀，首先呢是我们的大胆双侠，好不好？胆子最大的两个男孩儿，还有我们的彭昱畅和徐凯。欢迎。稍微了解了一下，都是属于胆子特别大的朋友啊。没错，是的，没错，对。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一个等量级的哈。那么先问一下彭彭跟。凯凯，你们俩觉得谁的胆子更大一些？胆子大呀，是我了。哇，你走开了，肯定是我，好不好？真的很难分出胜负，你们两位可以去芒果 TV 看啊，这个都知道。哎，我的妈呀！一个下跪，一个上窜，上窜下跪。但是据我了解，这个凯凯，我必须跟你说，彭彭在私底下跟我们导演讲，他觉得你比他胆子大。对。他说，因为觉得你敢去做单线任务，他不敢。因为那一季我没有单线任务，后面我有了之后，我觉得不过如此。哎呦，是吗？你凭什么觉得下跪的比上窜的胆子要大呢？因为他更虔诚。可以。真的觉得是不是？对。那现在胆子有变得更大吗？哇哦！又下跪了。刚刚又谁跪下了呀？哇，今天一整天都要这么玩吗？整这出哈，可以。真的是一个往地下跪一个。你快闪到了。不是彩排的时候没有啊，对不起啊，好像只能录到这儿了。啊，这么玩是吧？好，兜里没别的机关了吧？没别的，就这个，只有这一个，这一个在没了。好。哇，我厉害呀！厉害啊，这个勇敢者，我有徐凯胆子大吗？徐凯不行是吧？那他说他胆子大，哼，我才是胆子最大的。第三名最好笑，第三名特别精彩，因为他们就是大家的这个分贝其实都差不多，受惊吓程度都差不多，但是这位的胜出纯属于自己误操作，他就是我们的卧龙凤雏彭昱畅。为什么卧？为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跟大家讲一讲彭彭为什么是输了啊。他全程都非常淡定，没有叫，但是他快出来的时候怒吼了一声：“徐凯不行是吧？”那他说他胆子大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这么搞是吧？好，不吓人。回答正确。唱跑掉了，唱跑掉了，唱跑掉了。你在干嘛 ？Hello， 他要健身，然后那个让自己打得更有力量。来吧，谁？不，你挑吗？我们自己伸手啊。是我们伸手啊。这样吧，我们俩这样一块伸手，你看你打谁？行，可以，你们一起伸手，看你打谁。但是我只有一个问题，鹏鹏是胆小者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打了他，对，我可以选你走，我带你走，他带你走。我就一点能力没有吗？就是对，我就是纯挨打，任人宰割。来吧。不是，习惯性，不能躲。他打那瞬间，彭彭躲了，可能不能躲。没有，习惯性。差点自己的手飞出去，真的，你的手差点离开地球表面。刚才，你胆子小，反应真快，真的。重打，那我还打他，是不是就没新意了？不，不躲了。哎，不过你看，老秦的手好黑哦。你跟黑有什么关系？真的很响。哎，下一把我们不玩打手背了，我们打耳，打嘴巴。得护着，得降。我们能玩反扇。加油啊！来，
请看题。四个字，晴天。晴天，风。四个字，举手想答。夏天的风。回答正确，唱两句，唱两句，唱两句。唱两句，没答完吗？不会唱，不会唱。七月的风蓝蓝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。不打秦霄贤，就打你。你不还是打了他？来吧。不动不动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不动不动。真的不唱副歌吗？真的不唱副歌吗？干嘛？还你一下，还你一下。躲，你再躲就要打两下。好好好好我都没准备好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上面是艺人的名字啊。艺人名？谁的艺人名这么长？显然这不是一个人，对吧？我给一个提示，这不是一个人。白龙马。我知道，来，那个魏大勋、白敬亭、范丞丞，还有谁？王鹤棣，王鹤棣，然后关键词是闲言风，回答正确。哇，天哪，出来一个白字就拉满了。哇，这个是真厉害。首先跟四位帅哥道歉啊，这是节目组的意思啊，不是我们的意思。不是，你俩能站起来不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快答出来了。而且重点是卡在弟弟那的时候，老秦还在旁边神助攻。我有两个对手。哎，那要是助攻可以打一下吗？助攻挨我一掌。轻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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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狠狠来，一会儿有你好受的。别别别，我要让你的良心啊过意不去。哇，完了，这下糟糕，这下一会儿答都不敢答了。就张延琪来转，走。张延琪。喂喂喂喂。哎，过了！好，谢谢你的邀请，感谢你特别邀请。你哪怕多赚一点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鹏鹏是这样的，很恐怖哦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鹏鹏，你要鼓足勇气。是的，要在这两个箱子里面拿出弹珠。对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挺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我听说这是史上最恐怖的两个恐怖箱。不是有电啊？不是不是，灯，那是灯，非常安全的。哪个手用的多嘛？都右手，平常右手打右手。啊，那就用左手来。左手也打，那就把头伸进去。好，来，首先是来，三，不是活的吧？二一，哇哇哇哇！彭昱畅，我绝对不开玩笑，绝对可怕！哇，都播不了，播不了，我直接离开，真的，这个太可怕了，我绝不骗你。哦，这一段应该是不播的，就纯吓他的哈。真的播不了。哇。真的，别吓到他们，别惊着了。要不戴个手套？好夸张啊！完了，你完了。我就跟你说，真的比我摸过的任何一个都可怕。对，来来往后退，我发誓。来，那他会咬吗？不会不会，不会咬。死了？不是，没死，但不会咬吗？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东西。活的。活的肯定是活的呀。假的，假的，哦，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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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加油，鹏鹏，对，来，勇敢的往下，现在还远，还远，还远，早着呢，啊，还有600多米，你往下放吧，哎呀，走，勇敢的，走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他在这边，在这边，他是这样，就在你的手的正下方，没有那个弹珠，弹珠，弹珠，他们在两边，他们在两边，他们啊，对不起，我又剧透了，鹏鹏，他们一家人都在，
真是全家桶，全家桶。这样好不好？咱俩配合，你现在就像那个抓娃娃机的那个手，我来给你控制，甚至有机会完美的避开他们一家三口。一家三口，要那么详细吗？好吗？好，来，好，现在往下，现在安全，往下，往下，你快碰到他了，往我这，往我这边，往何老师那边一点，不然你摸到他妈了。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非常安全，非常安全，非常安全。不是，鹏鹏，你现在一直在一个平面，你要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勇敢的往下走，对，再勇敢的往下，真的是干净的，你相信我，勇敢的往下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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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死，往下，啊不，往下，哎，那是底，对呀，你碰到底就行了，探到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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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那个是底，你别勾，你别勾，你差点勾到他爸，这样。跟我的手动啊，往右一点点，这样动了，这样一点，哎，好，再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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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往那边勇敢的一点，好，然后到到到走到安全，完全安全，什么都没有，再往后一点点，就球就在那了，那是球，那是球，什么球啊？弹珠啊！最好的机会，它是软的，弹珠啊！球不是软的哦。那是他爸的右手，真的不动的，很安全。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你刚才触地那个地方就是那颗球，勇敢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对，碰到了会是弹珠啊！啊，碰到会是弹珠，这是弹珠，这是弹珠，哥们儿，这是弹珠，就是他拿起来，这是弹珠，这是弹珠，弹珠，弹珠。刚才你碰到那个就是弹珠，往左边一点，往何老师那边一点，何老师那边，往何老师那边再走一点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。往左，你那是右，他已经分不清左右了。对 对, 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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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什么？你看一眼，你过来看一下吧。看了更怕。导演组教了我，但是我做不明白，我想请大哥来给我做一下。好好好好，他是一个 wave。wave 对，所有的我都是 wave、哎、对对对对对对，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我俩开开开开，我俩废了呀，为啥呀？废了，来，你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，来，鹏鹏来，来来一个，一样，谁跟你一样啊？一样的，三号位，恭喜你只有合唱。不是不是，大哥，哎哎，等我们不是贴了吗？贴了可以不用啊，啊贴了就不算了是吧？什么就不算了？你给我贴了是提醒你们不能唱，一模一样的地方，太难了吧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挑战失败。我转张岩，开玩笑开玩笑，是转杯子不是转桌子，转这个，转这个最醉酒的瓶子来，飞走。不是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开心，我甚至有点难过。凯凯，徐凯，请上场。好好好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，哥，加油啊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找密码，找密码。
不然就是四选三了。来了，四十秒内这题也挺难的，请说出不在场的胆子比徐凯还小的艺人。不在场，不在场的胆子比他还小的艺人，就随便说嘛。对，来，准备计时开始。王鹤棣，蔡文静，范丞丞，说、啊、那个魏大勋，赵小棠，白敬亭，那个谁，随便说吧，那个。还有谁？还是何鹏翔那个？这里不也能说吗？不在场，不在场。哦。但是不知道，因为我跟他都不熟。怎么办？快想啊！还有谁啊？那个吴谨言他会不会说？吴谨言，对对对，吴谨言。还有谁？玉。景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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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天。武林大闸。武林大闸。李一桐。还有谁来过好六的？快想，快想。孟鹤堂。孟鹤堂，孟鹤堂。哎呦，我想的是孟鹤堂。你说岳云鹏，岳云鹏，怎么都在什么的？时间到，能行吗？怎么全是他那边的人啊？他也不认识啊，不认识吗？他认识。我感觉有点困难。你们再说两句我就聋了。是真的。请说出不在场的比你胆子小的艺人的名字。哇，他表情好淡定，有戏。这个好难啊。是，想想你现在在哪儿，想想我们今天录节目说了谁。杜海涛。杜海涛。我们在哪儿？我们不在这吗？是合理的，是合理的。但是下一个来，王鹤棣。好，一个对。 Yes。 弟弟还有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还有，好得意啊他。李泽峰，没有，哇，好棒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来一球，再想想，砸一球，砸一球，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好啊，你是来带着任务来的呀，大哥，少说两句啊，我知道了啊，牛牛牛，等，啊，等，好，来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真的不是报复。好，下面第五个机会，第五个机会来，我还要低头。第五个机会来，景甜，有 ，yes， cool， 干嘛来的？乐游园啊，还有，嗯，还有。那如果再往前倒几年，你会干嘛？你差不多得了，大哥，你直接爆出来吧，要不，你去那儿说行吧？往前，往前倒几年是谁呀、啊？太生气了，拍的太多了。我想一想啊、哦，知道了。杨幂，没有。谁？他刚哎呀，没有，砸一个，砸一个，说谁？砸一个。杨幂。哎呀呀，忘了说了，忘了说。哎呀，这怪我们，我们没想到。我是真的往那头的啊。哎呀！来继续。好，还有四次机会，你已经答对三题了。其实大哥已经帮了我很多了。往前几年倒一下，我前几年在干嘛？你在拍戏呀、啊？啊，对，我前几年很成功的作品，比如说，哎，你们说这个、哎、真的，吴谨言有啊。继续把里面的角色都说一下。秦岚，哎，没有。好，你别给人家下套了，你。哎，迪哥，哎。Thank you， 但是再说就有了。来继续，还有三次机会，现在已经答对了四个了。聊过的第三个人，你们三个在干什么？你们在玩心有灵犀是吗？哎，那个，撩啊，徐凯，你撩、啊，你必须告诉我这是谁？对对对，白敬亭，有，对对对。白敬亭、彭昱畅，还有那个没有彭昱畅哦，是吗？不在场的哦，不在场的，还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吧？魏大勋，有，好，没有机会了，十个里面答对了六个，哇，好险，好险，觉得很不礼貌啊，对不对？泽林，这个游戏叫做什么呢？对，彭彭有点不礼貌，对，这个游戏你冠名的，帅气华贵。
帅气华贵挑战啊，真的。现在老秦的成绩是30，鹏鹏这边，鹏鹏加油，追他5分，25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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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他打平呢。啊，鹏鹏你没问题的，鹏鹏。鹏鹏一直打平没意思，直接25。直接。直接10。哎，我觉得25鹏鹏可能可以哎，毕竟是你最擅长的。哎，我觉得25。你要挑战，你要挑战25，我真的给你两次机会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啊，那就30吗？还是30？那30。好，30啊，来啊，还是不要给自己有那么多期盼了。要不你滑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吓你一下，你说不定一下就跪下去了，给他吓回去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游戏的冠名商也是我们的灵感来源，彭昱畅登上了跑道。帅气华贵，走！走！哎呦！哎呦！直接卡在了肚皮上！锁喉呢？怎么？锁喉咋办呢？求求了，再给一次机会吧，再来一次呗，求求了，再一次，你没问题，你没问题，你没问题，你我跟你说，你35呢，你刚才差不多，咱们赢了，咱们赢了。我听到芙蓉飞在后面说他们赢了，我真的很心痛，他们太狂了。因为我后面想了想，我们不一定要赢他们，我们只需要把转盘转给张延吉就行了。哎，最后要3个人受罚呀，我们队总共4个人。你就想我们三个走呗。好啊，加油，彭昱畅，第二次挑战，走，加油。哎呀，又走红。哎呀，一模一样。鹏鹏的优势在于跪得脆，对，跪得很快。不行不行，就是这样过去。怎么滑完以后头变大了呢？真的摔肿了。而且鹏鹏在助跑的时候，他的嘴一直这样。